有立正，站立，请坐。各位，咱聚集同心，大家阿门，大家好。真感动，真感心。今日咱有真济，咱的初级班来过，或者是也未来参加初级班。啊，今日咱第五期高级行政班开班的时，都来上课。啊，会使你讲盛况吼，吼，予咱感觉讲真欢喜。啊，每一遍伫这个开幕的时阵，我拢希望讲看有啥物新的物件来提供予大家来做参考。啊，今日我想来甲大家报告，来回顾讲这一年来咱台湾民政府做啥物代志。当然啦，咱要回顾这几年来，咱所做所行过这个路子，那么爱想起讲，2010年的九月七日，是一个足重要的分水岭。在2010年的九月七日，咱也未去美国办这个在华盛顿 DC 世纪大饭店。有关咱的台湾民政府驻美代表处成立的庆祝酒会以前，甲以后完全无共款。这个以前，咱当然伫2010年的4月25日，咱有开一个全球代表大会，推举咱的驻美代表安尼。迄个时阵，对。去当阵甲看即摆来去，看即当阵来，会使讲完全料想不到。4月25日开大会，7月7日是挂牌，9月7日办酒会，咱台湾派代表去参加这个酒会。日本、美西、甲美东的代表，拢伫华盛顿 DC 的 Four Seasons Hotel。大家在那见面，然后有美国众多的美国的朋友、政府官员、各单位，跟咱台湾有关的政府官来参加这个咱的酒会，百外的人聚集一堂，非常成功的一边的庆祝的酒会。回来，我伫9月7日出门，9月16日回来到台湾。当然啦。在这中间，阮原来去纽约、纽约区的咱的台湾商会 ，Flushing New York 迄个所在，皇后区的 Flushing 吼、哦，法拉盛啊吼、哦，台湾会馆来举办一个演讲会，阿嘛伫纽泽西一个教会举办另外一场的演讲会，会使讲咱的论述得到纽约地区甲纽泽西。地区即咱台湾同乡真大真大的回响，大家感觉讲有这个论述非常非常有道。然后9月16日，我回来个大概天麻麻亮的时候，我就甲秘书长打电话讲，哇，真好，哦，结果来讲，咱伫华盛顿 DC 所办的聚会真成功，然后。去 New York 跟 New Jersey 的演讲，嘛得到真大的这个回响，哦 ，feedback 足济，足个支持。特别是 New Jersey 有一个蔡医师，伊是足有名的迄个外科医师，伊听了咱老师讲，咱听一半咧讲，恁这人恁这拍拼，啊，你拢无募款，哦。阮伊讲要捐款，阮阮咱无接受捐款，我们不接受任何非会员的
捐款，迄是咱的原则。哎，讲足简单嘞，因开会讲足简单嘞。阮所有的捐款，甲恁的车装买起来，哦，恁车唔能够再等于台湾啊啦，哦，怎啊？阮所有捐款，甲恁所有车拢提起来，包起来，啊，阮再来发落只台湾同乡会的人来拜托，哦，所以非常令人感动啊！蔡医师起来大笔一挥，就签一千块美金啊，哦，啊，就足多人对安尼办签一千块美金安尼，所以我是非常甘心，就是讲。咱的论述是完全正确，只要有一点啊觉醒的心，有一点啥觉醒的这个观念，就马上听到咱论述，就豁然开朗。所以九月十六透早，我就给秘书长打电话，所以阮伫兄弟大饭店吃早餐，我就讲，有影哦，有升一个款哦。所以我伫这个十月的时阵啊，我就写一篇报告。啊！一篇报告登伫这个《玉山周报》，之前咱看了我的文章，特别是我的学长，看了加卡连找我古话话，找我无，因为我足无用的。结果伊到尾啊真烦啦，跟我讲，甲阮太太讲，啊，不过电话留伊啊，等下再加卡啦。啊，叫我。给你出事，就给你伸啊！三菱电机是静音专家，运用独特风的技术，把声音做到最高境界。给你舒适，不给你声音哦。三菱电机静音大师，还有更多家电加强哦。三菱电机。多少代志呢？因为我伊安尼甲我讲讲，啊学长，啊你们来斗三工啦。因为我足济，我七十外岁啊吼，啊嘛懒散啦吼，精神上支持，吼啊，那需要的心物质上支持都没有问题。但是你叫我去恁遐吼，去舞堂舞狮吼，我已经老啊无法度啊。啊，咱我讲，你若无来参加阮这个初级班，还是高级班吼，你就是要捐款，我嘛不爱收。买买收，这是咱真重要的原则。我伫2009年九月七日参加咱这个组织以后，我就感觉讲，咱一定爱要叫人吼来参加这个组织，要叫人为咱台湾拍拼，咱家己爱先掏一点腰包出来做些示范，袂使慢慢，逐项拢要靠别人啦。哦，所以咱这两三年来完全无对外口募款，咱会当坚持到这个程度，建立咱的声望。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则。邓海新，我嘛足烦恼呢，因为咱开始在咧草拟公民权利法案的时候，才几个人啊，十个人伫台北咧处理呢，中南部合起来看有三四十个人，总共无超过六十人啊，要安怎把咱民政府撑起来啊？要怎么样把这个一柱擎呢把它撑起来啊？是足无简单的代志啊！不过在咱得道者多助啊，因为咱的法律论述是完全正确。多数的演讲的时，真侪人拢甲咱鼓掌叫好，听了咱论述讲，哎呦，安尼我放心，袂当困袂去啊，无拢困袂去。因为啥，大家都足讨厌中华民国这个马政府，一直要甲台湾出卖予中国，嘛足烦恼。这台中华民国民进党嘛一直要甲中国，要甲北京眉来眼去。要来跟他共同好，要来出卖咱台湾人的利益，所以足多人困未去啊！哦，所以咱伫个2010年的时候，感觉讲咱论述是正确的，得到足多人的回响。结果啊，咱知影这论述人真少，所以咱抱一个心，希望讲咱有足好的论述的时候，会当甲每一个本土台湾人来分享。这个分享的心是要为。With everybody， 对不对？这块心不心哦，和咱得道者多助。那尤先生怎样讲？咱要办研习营，要提供这个所在，包括后平山的拢总20000平的所在，和咱来做咱的研习营的所在。所以，咱对2011年1月开始就第一期，一直办到即摆，
咱顶礼拜才是三十期来办好事，哦，办三十期的初级班，办大专青年，哦，夏令营四级四班，啊，搁再有这个原住民六期六班，哦，啊，搁国际班今仔就第五期啊，安尼吼，所以咱去年啊，中间啊有千外的人伫这个所在修啊来上过课，伫这个所在大家讨论讲。要安怎来为咱本土台湾人过去六十几年来，去予国民党、去予中华民国这个体制，甲咱吞啦，甲咱剥削，要来讨回公道，要来结束中华民国伫台湾这个吞啦台湾人这个不应该、不义的政权。咱伫七月，去年七月二三日啊，隆重伫咱的六楼升旗典礼，三四百人啊，五百人，我袂记得。请三四百人来参加这个升旗典礼，盛况空前，啊，真成功。然后升旗典礼了，咱这个据点，咱的办公室一一给成立起来、树立起来。后边办公室大家若有时间去看看嘞，吼，像我的办公室嘛，创啊足好势安尼，哦。然后，咱的声音、咱的论述一直传播出去时，参日本的外务省、外务省的外交部。嘛，不得不派人来这个所在，给咱取经，给咱出经。甘秘书长经过了改变，然后邀请咱去参加去年十二月二三的天皇生日的天长节的庆祝大会。啊，那么讲这个时阵，咱二十一号迄天，十二月二十一号迄天，咱去靖国神社个参拜。咱去年。150名咱台湾民进会代表穿西装的黑色的西装戴黑色的帽子真正整齐去到靖国神社可以说三四天的活动里面表现非常的好日本人怕吓也好美国方面感觉真正赞佩赞佩说咱民进会组织很好特殊很好规矩很好精神很好当然，咱伫迄三四天内底，特别是第一天，透早咱就甲咱台湾民政府这一炮打得响亮，所以整个来说，咱这个决战东京第一回合是非常的成功，取得绝对性的这个胜利。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甲民进党拢唔敢甲咱报道咱的消息。本来东京的左派讲要来甲咱抗议甲反对。但是，伊若是抗议甲反对的时，一定是规个报纸拢顶出来，拢会产生这个对左派，也是讲对中国国民党、对中华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拢是不利的。所以应该冷处理，冷处理。哦，不管哪，这代表讲我们已经打出一个名号。所以，咱第四月十九，哦，甲二三，咱阁派六个代表。去东京，去东京参加一挂活动，真盛大的活动，就是琉球回归日本，琉球回归复归日本吼，伊四十周年的活动。啊，咱六个代表先嘛参加 NPO 百人一百个议员吼，也基层议员的迄个民众大会，吼。阿玛参加琉球回归大日本、回归日本四十周年的大会厅，当天的那卡诺，啊，我嘛是去里讲几分钟的话，啊，迄个影响、甲迄个效果拢袂歹。过说落去，咱伫五月十一有十八个代表，过去琉球参加因伫这个迄、那个所在叫做，我都爱看一下。叫做这个琉球迄个所在，哎，有人去，他会记个名无？迄个叫做什么湾呐、啊？伊野湾呐、啊？伊野湾是迄个所在，因办一个游行，大游行，阿拉嘛个参加大游行。而且中间各位，那知讲，我伫那卡罗表现，甲伫伊野湾游行的表现，就知讲，咱民政府每一个官员。还是将来有可能做官员的一些潜在的这个优秀分子，
一定要很积极去参与的活动，去参与。比如讲，伫南卡路迄个大会，主持者讲叫我到台卡，甲所有参加这个大会的这日本朋友挨杀住，我拒绝。伊咧介绍我时，我就避去哩，避去台顶。后边是日本的这个一个红色的这个大幅的国旗嘛。啊，到我伫这个中央，我去哩麦克风提来，伊咧介绍完，我就开始讲话啊。啊，翻译 translator， 伊看我去哩，伊嘛只有爱对我去哩。啊，我讲一句话了，伊就开始翻译。第一句话讲了，民众的欢呼，哦。鼓掌欢呼，感觉足欢喜。所以整个来说，虽然讲时间无长，我讲六分半钟，包括翻译总共是六分半钟，但是讲出来话一定给伊定入去伊的脑海内底。有遐听到咱讲的话，伊会永远就知影讲，咱今仔日伫迄个所在，迄天伫迄个所在，这个某人讲的话是咧讲啥物？是咧讲我。真欢迎，真欢喜，讲琉球人回归日本，但是偏偏是日本琉球、日本台湾在战后的时候，咱台湾人何其不幸，被中华民国这个查拉政府给咱霸占，给咱殖民，这個、流氓政府给咱占条条，给咱剥削六十几吨，超过因琉球人四十吨，咱要生活在政治的两个中间，我们一定要讨回这个公道。所以咱伫迄个所在诉求讲，所有的日本同胞、所有的琉球同胞，拢爱对台湾表达真重的关切，拢爱对台湾表达因愿意甲咱帮忙这个态度，予咱台湾人早日会当甲伊共款脱离中国这个阴影，脱离中华民国的统治，脱离这个政治联合，这是咱正中间拜托甲要求哦。啊，所以伊嘛感觉足新奇。上面感觉新奇，毋捌听过。上面感觉讲，诶，确实啦，台湾甲琉球伫1945年9月7日以前，拢要是拢要是天皇陛下底下的子民啊。今日天差万别，天差地别差遮济，人是伫天堂，咱是伫地狱，安尼够道理。安尼敢毋是天地颠倒病？所以咱用这个诉求，同款，咱去到琉球的时候，咱真简单，甲咱要求伫迄个所在，甲咱做一个介绍，咱每一个成员站出来，甲大家敬礼，因大家拢足欢迎，足欢喜。我嘛无疑过，中间有一个福吉诺嘛，吼、哦，藤野小姐，看我穿安尼真好看头，总啊叫我去站头前，甲因斗看迄个游行的迄款嘞。大旗帜啊呢，啊，所以我哩徛哩上左边迄位，介重要位，啊，就看迄个布条啊，啊，一直到游行结束，哦，所以整个来说，整个来讲，咱就讲，每一个咱民政府的成员，拢爱尽量利用所有可能的机会，甲所有可能表现咱民政府精神的这个所在，尽量爱做上好的表演。做上好的表现，所以现在讲，咱咧伫这个所在上课，那么办三期的这个政治演讲的这个课程，咱希望将来咱有时间继续来办这个政治演讲，变那个沟通演讲这个技巧，咱的民政府的官僚、民政府的行政官员，拢爱有这个了解，有这个能力。所以咱伫这个所在，咱伫这个阶段，要是一个。虽然讲唔是革命团体，但是要是真革命性的一个组织，那每一个人拢爱以一当十，拢爱尽量咱所有的机会去表现咱台湾民政府的精神，来论述咱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这是每一个咱来参加国际班训练的这同心一定爱谨记在心，谨记在心，因为咱责任足重大。先来讲呢。咱的表演到即摆为止，虽然讲咱出头，对2008年2月7日到即当阵，足足嘛才4年较加尔呢。但咱今仔是伫国际上的声望，伫国际上，互人感觉讲，咱的力量已经超过民进党，超过乌会，
为着台湾，那就是讲迄个台独联盟，世界台独联盟组织，超过台联党，超过李登辉民主协会。各位唔知会当想看卖无？咱这短短四章以来，因为咱的论述正确，咱出去外口咧讲，出去台湾咱咧讲，甚至讲出去国外咧讲，咱拄着台湾同胞咧甲讲咱的论述的时候，只有大家拢感觉讲，咱才是对的。只要有概念的人，有观念的人，伊马上就觉醒甲了解，真甲咱赞成，甲学会。所以因为咱论述正确，所以咱短短四年中间，咱的作为、咱的认真、咱的打拼，咱拢无共无看。以上咱头先讲的这四个单位，无一个咱无共无看的，伊拢靠别人付因钱，啊来做这政治活动，咱无，咱是靠咱家己，咱所有会员有啥物案子，咱要开啥物钱，大家掏腰包，看一人出偌济，来甲这个所在创好势。那像这个机台，我今仔敲我的包包，你敲包包的时候，敲出一叠那个收据。这个收据从棋台使用，这个要建设这个棋台的捐款单，一叠收据，一个人一班，一个人一班。哦，棋台做了出呢，就要开队队，开队做迄个大门，剩几班，嘛搬队迄个做大门。大门那么是够一挂人，够观看是做大门。去过美国，去年过三案。嘛是每一个人，特别是中央官员，一人出一班，一个案子人出一班，吼、哦，啊去告美国，咱是安尼来啊，咱不是讲咱去外口演讲讲恁大家钱捐来，吼、哦，啊办迄个募款餐会，啊来恁一下钱捐来给我开，啊我咱用这下钱来请一挂行政人员，咱不是安尼啊，所以人讲自治而后人治，咱要足济外口人要甲恁捐款。但是伊若无来受训，他就没有资格捐款。那来甲讲，哦，咱希望成大事不是在钱，成大事在人。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人才。所以各位姐姐，咱这人才来到这个所在，我感觉讲足欢喜。啊，但是安尼有够无？咱要是无够，因咱的将来，咱若真正要接捐款的时阵，所有的主管拢爱换人，换什么人？换咱民政府的人，然后像政务官，那像中央的政务官、政务职，吼、哦，或者是国营事业、公营事业的董事长、总经理，拢爱安排。另外就是讲地方官内底一级主管，拢爱政务官。这款情形之下，咱所需要是足侪政务官，所以咱到即阵号称将近2000人，有够无？无够。将来。郡长、郡守也是爱政务官，乡镇市长，吼、哦，即个拢改做市长，嘛是爱政务官。所以咱遮侪需要遮侪政务官内底啊，咱也惊要足欠人诶，至少咱来训练4000人、5000人，甚至6000人。啊嘛，毋是讲政务官去伫坐位坐，就真正完全顺利俩。因咱要共改革诶时，一定发生足侪摩擦，即个摩擦足大诶时阵。你要调整职务，哦，因为你坐这个位可能不适合，你就要搬位，啊，搬位你就要有人，哦，你若讲政务职不会下手，啊，你来做事务官，你是安尼，因为每当做校长，啊，嘛来做老师，你是安尼，只要你有资格，你就安尼做，哦，所以你来看，姐姐校长爱换人，姐姐一级主管爱换人，我看哎6000人啊，不是4000人尔啦，啊，我去烦恼呢。上完了的呢，政治的领导人才，所有的政务官，特别是咱中央的政务官，拢足欠人才。咱一直咧办训练班，就是要对内底找人才。所以各位呐，我感觉讲，我都会上独当一面来做政务官，政务官，你都要站出来，来甲暗示，来甲讲，唔免烦恼，唔免客气。吼、哦，我昨日甲你接纳，像我咱迄天顶礼拜的这个中央决策委员会。我就推荐3个人，哦，有一个徐教授是还是足客气的，足客气。哎，咱是得机会，啊，教阮去这个琉球，啊，就较有时间通沟通啊嘛。啊，你聊天中间，我再问讲，你做什么研究？因为我做地震的啊，地震，我做地震，您就自己做啊。啊，做啊就成功，你做啥？
这断层安那分析分析断层这类物件，因为下一文章吼，定伫国际国际刊物 SSCI 国际刊物的迄、那个一流的国际刊物，哇、啊！日本知尔吼，甲问讲啊，我日本需要这个知台湾的地震的资料的时吼，你会当替我做一寡研究，伊讲好啊好啊，叫我东京大学甲日本东海大学。用5000块去买有关地震的器材，甲放落伊学校，放落伊研究室，费用搬来台湾，伊袂当去日本做啊，爱做遮做啊，搬来台湾，伊一个人用迄、那个遐5000万的器材，用10吨啊，建立收台湾的地震资料，啊，伊要甲台湾美国申请经费有钱也无 ，no， 钱无呢，因为伊是留日的，啊，台湾美国即个有关地球科学、地球物理甲地震的研究。拢是啥？拢是中华民国体系，那不是中国人，就是台湾人国民党诶，啊，所以排斥留日派。哦、我听了感觉足难过。我想拜托，你这款人才，你都要来咱中央来做国务委员。国务委员从啥？你国务委员就是讲，上面你日本人闹，咱若要日本的心，你会当甲伊做沟通、做翻译，哦。啊，另外一方面讲，你对这个研究方面有专长，我有一天。可是呢，建款的心，中央研究院院长就换人了，换一个我们同心里面非常优秀、学术界非常优秀的人去接掌中央研究院。到那时候，你已经80岁啊，所以我给你拜托你到地震研究所创建研究室，你都要带这都要指导年轻人来做咱台湾的地震的研究。给你一个器材，给你一个办公室，给你当去演讲，给你当去开课，安尼你才好多看这个少年的出来。我一听就欢喜啊！啊，咱人才是安尼吹出来，节去啊吹出来，吼、哦！啊，当然我也老掉这个徐师傅先生，我也讲过了，该讲要请他来做政委，因为国务委，因为伊吼对这行政的物件、行政业务真趣味啊，所以吼特别甲我做建议，我安尼拜托你下下你个搞，我来跟你讨论，来好好把它建立一个制度出来，哦！啊，所以伊就过伊个带伫台北啊，就方便联络的，所以吼。哦伊就即摆拢咧替咱即个中央咧草拟有关咱个各单位的组织法啊，即嘛真好啊，所以吼会使讲，我做歹事迄天无提出伊个名，所以我甲报起嚟讲，哎，咱这边提名国务院的名单哦，给一个给徐师傅先生。啊，咱呐国务院买当兼地方官，看要做厅长，还是做参议员拢无要紧。因啥？伊地方官，伊参加地方的工作。啊，中央啦，代志伊参加中央的工课，安尼，这是历练。啊，咱希望讲足侪年轻人吼，唔免客气。你该对什么方面有趣味？特别是讲咱财经足欠的，我上烦恼就是财经部门。财经部门，甲即阵咱无几个人。啊，财经这个物件是足细腻的物件，足有的物件，吼、哦，足深入的物件。所以各位伊那是捌财经，一定爱甲头壳贴。他个提就讲，你只要财经理论爱读个真清楚，然后对事物爱有了解，所以有一讲，咱来要接管这个建款的时，咱需要中央银行总裁，咱需要台银的董事长，咱需要下工业银行的董事长甲总经理，安拢欠人，哦，所以这是要甲大家报告的。所以我们在讲，各位一定是啊，一定伫这个所在，伫咱这里。高级的行政人员这班来讲，吼、哦，过去咱嘛安尼讲啦吼，除了讲爱有忠诚的态度，吼、哦，爱坚持咱的论述，爱一致性来支持这个民政府安尼以外吼，咱、哦、希望讲有充足的这个行政知识，吼、哦，学术的知识，啊个行政的经验跟能力，这种爱家己去慢慢来，透过读书，不断的读书，吼、哦，啊是讲来参与做代志安尼。来学习来历练、哦、当然另外就是要跟大家报告一定要学习怎样去做沟通跟演讲、哦、沟通就是说啊，苏丽啊两个就可以沟通交换意见任何事情都不用大家都不用发脾气各位这两年来要看我在这个地方发脾气吗不然了我跟他每一个人都可以沟通都可以很好脾气的、哦、也许有时啊，我足生气，但我是气在心肝内，我表现出来绝对袂讲，足生气，你知无？这是沟通足重要，啊，沟通来一定爱较正面的，沟通是要取得共识，
因为两个人一定有利害冲突，两个人还是两个团体需要沟通的时候，一定有利害冲突。但利害冲突里面一定有交集，读《集合论》就知道，两个人绝对有共同利益的所在，有交集。哦，这一个因果啊，是伊的利益，食的利益；另外一个因果是伊的利益。这里底你有看，这里是交集，这消极的那是一个因果链的，对不？这里是因果啊，啊，这嘛是因果啊。两个要沟通时，一定多谈这个交集。这两边拢无共识，但这个所在有共识，你的利益就在这里，我的利益就在这里。那对就这个问题，好好来做沟通，变那个扩大这里共同的利益，就是 mutual benefit 该扩大扩大，取得什么叫做整合反应？相当啊，对，哎，在这个赛局里底，咱来取得整合反应。对双边都没有害处，对双边都有得到好处，它的 utility 它的效用都会增加，懂吗？这就理论的，讲的 utility 就理论的哦。所以，等于透过演讲沟通，让来改变呢两个团体不一样的团体的冲突减少，共同创造共同的利益，共同创造这个利益，把那个互相的利益都扩大，这是沟通也最重要的所在。啊，演讲对公，也许，哦。你在表达你的意思，把你的意思做充分的表达时，和听众听到你演讲了，赞成你的主张，对你行，这是咱最重要的所在。各位，咱三期的这个演讲训练伫这个所在，我相信大家拢看得出讲，咱演讲最重要的，演讲会将打动人心，让你所讲的，即使他不高兴，他都要听到他的脑海里。回去的时候，他即使当场不高兴。回去他会想，为什么这个人这样讲？为什么他不利用另外的方式讲？原来共舞也独立不？去探求也独立。最后，如果他想通，这是有道理的话，他明天就跟我们走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一定将来有时间继续要办演讲的训练？哦，这是最重要的。另外，就是讲各位在这里中间一定要锻炼、磨练你的国际观。哦，就是讲要有国际化的思维。上好啊，去读日文加英文，因为咱将来咱是上课是无要教汉文的。将来咱这个政权，咱囡仔上课是无要教汉语，咱是要教台语、英语、加日语，这最重要。汉语是啥？伊读到大学去读中文系的时阵去读。啊，你都是要讲台湾讲汉语迄系列代志，但是学校是无要教汉语的。咱的小学、国中。高中不教汉语了，到大学你做念中文系，你再开始学波波摸摸去读汉语。因为咱一定爱啥，台湾若要真正会亲像人，要像欧美安尼进步，咱一定爱啥，把中国的这个文化给割除掉、割舍。像福泽一直讲的，脱亚入欧，咱台湾人才会脱胎换骨。所以咱这个讯息怎么爱传播出去？免伊安讲伊中文偌好，但我就伊安讲英文足好，甲日文足好诶。哦，咱来看，安尼较有国际观。你来看咱的电视新闻，咱的报纸新闻，有一个新闻报纸也是电视咧曝光，足侪新的国际消息无？拢无，拢甲你暗看国际消息的事实，互咱台湾人变做戆啊！哦，戆戆安尼听伊讲，啊，拢无多选择，无多对一个国际观。哦，来较做一个较迫切，从较切要的这个研究甲了解，其实不应该。所以另外就是讲，这种个性上问题，哦，从平常就表现在各位，哦，你对法理论述的推动上，就是讲一定要有行动力甲执行力。行动力讲，你若判断讲60%、70%可行、有道理，就要马上采取行动。哦，后摆恁来，咱来做行政官员的时，一定爱知讲，咱的这个脚步一定爱紧。咱即摆共款，咱即摆伫这个过程中间，要是革命中间的时啦，咱嘛是脚步拢打足紧。所以各位，过年到即阵，逐礼拜拢伫这个所在，逐礼拜拢活动，逐礼拜拢出演讲。阮中央足济人才，实在是累倒了，哦，累翻了，吼、哦。我讲到这个所在，我要打住，哦，打住啥？咱就是。去建国神社，甲去天长寺，去这里甲天皇祝寿的时，咱的表现足好足成功，倒来马上有人要甲咱换，马上有一个足不应该，吼、哦，网络上也当看到一个瓜巴拉，一个英雄武将，
一直咧写一挂文章来甲恁批评做恶评，所以我昨昏足气的，我来甲破骂是写一两批。我 Who is Guavalau? Tell me Who is Guavalau? Second, 第二个 question Who is 英川武藏？ Tell me Who is 英川武藏？这两个人拢无名无姓，用假名在网络上咧甲恁批评做恶评，这是非常不应该的。第三个问题问他说 ：Can they remove our shackles？ 啊 ，our shackles put by OC government in exile。他们两个人可以把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放在我们身上的枷锁拿掉吗？告诉我，他们能够吗？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 ：Can they lead us？ 他们能够领导我们 ？To normalize Taiwan status， 他们两个可以领导我们台湾人、本土台湾人来达到台湾地位正常化吗？告诉我，如果他们可以，让他们来领导我们好了。各位赞成不？绝对无可能。两个人用假名隐藏在背后，给咱做恶评，惊咱成功，到底什么人？甲真了，咱也唔知。就瓜巴佬跟这个英川武藏，不管同一个人不同一个人，甲真咱拢唔知伊真个名，唔知姓啥，唔知叫啥名，用迄个真恶毒的态度，用真不应该哦，不完整的论述，假借咱秘书长过去讲的话，不完整的论述，伫迄个网络上来甲咱做一挂批评，和咱所有的人，包括海内外、毛日本的朋友，拢得到伊的文章，啊，对咱开始起怀疑。但我要甲各位报告，咱免怀疑咱的论述，因为安那，咱伫2009年4月7号，美国华盛顿 DC 的联邦高等法院就甲咱做双判，双判啥？第一点，台湾人无国籍。中华民国国籍不是咱本土台湾人的国籍。第二点，台湾人无世界公认的政府，中华民国政府不是咱本土台湾人的政府。第三点，本土台湾人这60几年来生活在中华民国政治联盟中间，安尼有真具体无？真具体物件，这两个瓜瓜佬甲英川武藏，不管是一两两个人，伊忽视这个哩。美国高等法院宣判，伫外口讲一挂对咱真不利的话，所以咱一定爱啥？爱坚定咱的信心，对咱的论述一定爱表达真强烈的支持。其实因这个异端邪说，我即摆吼连看都不爱看，破骂书寄来给我先，我抗议我讲，你如果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以后你再寄这个东西过来，我就把你的这个。那个 Paul Mars 的所有的文件都锁在什么封锁信件里面，不看了，你的东西我都不看。哎，各位，赶快安装，赞成不？所以啊，今日真欢喜，伫这所在会当甲大家讲这话，和大家较了解讲，咱目前面对什么？咱目前面对的困难伫倒位？因为咱论述是正确的。咱四年来往前冲，用家己落底的钱提出来咧冲，所以咱胜过所有，咱头先讲过，民进党、中华民国民进党胜过台独联盟、世界台湾台独联盟、台湾独立联盟组织啦哈，就 WFII 胜过台联党，台联党对2001年成立到现在都11档对12档啊，胜过李登辉民主协会，也是讲过去的李登辉民主。啊，迄个对过去李登辉自由会啦，吼、哦，李登辉学校，吼、哦，李登辉组织四五个，嘛是遍布全球。但是当你咱去东京的时候，咱知因咧开会，咱要是唔敢，何咱是咪啊？哦，我是无在场啦，二场参加，吼、哦。哎、啊、呢，我本来是一定爱赶到位，因内底有我熟悉的，吼、哦，迄、那个人我说袂记，日本人，伊来遮上好心，捌来找我。伊嘛知影我，因为我是李登辉学校第一期的，所以第一期唔是讲李登辉办李登辉学校的第一期。我伫1970年就对李登辉啊，我做兵倒来，1970年，我1969年大学毕业去做兵，吼、哦、预官。7月初3退伍，8月初8我来
甲李廷辉见面，八月初我就开始做伊研究助理啊。啊，我甲伊做研究助理，做到1973，哦，啊，然后到1976，我去美国读册，拢总六年中间夹着来做伙。所以什么李廷辉学校，讲叫我去遐上课，我哪有可能去上课？哦，大概嘛，若要招生，拢寄表过来，叫我去上课。我同阿瞎讲，我在1970年到1976年中间，就在中间，就在李登辉的身边，哦，做很多事情了，帮他打天下了。啊，你们叫我去上课，是不上啥课？我需要去上那个课吗？当然，我还去浪费时间，哦，所以我拢无去上课。所以，伫这个所在要甲大家报告讲，今日咱民政府既然要甲中华民国赶走。当然，咱不是讲咱要亚洲亚洲去观察，不是？咱是要透过美国、甲日本来牵美国、靠美国，啊来牵日本出来，用美国甲日本的力量压缩中华民国在台湾的生存的空间，叫美国政府、叫美国美国军事政府把中华民国搬到哪里？金门、马祖，或者把中华民国推回去南京、北京。那么他们就同意了，咱台湾人免去改死。那么否决民进党所说的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台湾就是中华民国。咱的主力是台湾就是台湾，中华民国就是中华民国。你民进党要甲中国，要甲中华民国做去死，做去死，免看咱本土党人去死。既然是安尼。我相信每一个人跟我同样意志都很坚定的，态度都很坚定的，坚决的支持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论述，这样好不好？谢谢各位，谢谢。谢谢立正，今天